这个好漂亮，这猫眼螺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梅。今天天气特别好，渔船已经出海了，好多渔船在那边呢。我们走吧 ，Let's go。哎呀哎呀，我这刚下来就看到这个小家伙在动哦，皮皮虾哦。哎，这边海虹好多，但是这最近海虹捡太多了，我不想捡了，我已经吃腻了。此处必有货。哎呦喂，不对，千人爹怎么也卧煞了呢？我看一下，这是公蟹还是母蟹？又是一个公蟹，可能单身不太好意思让人家看到它。这个是一个海藻，天气太热的话，它就晒得脱皮了。你看，这个就不要试水了，直接拿下，把白给。喂喂，就给我吹过来一个海带呀！但这个海带感觉有点那个不太好，时间有点。又吹过来两个大海带，哎，这个放更好更好。我海带最喜欢吃的就是吃它这个头，就是海带这个头，这个最好吃。不好意思，好像瞬间又曝光了一样。再往那边走，那边就是。哇塞，你看这花大蟹刨的这个洞，刨完之后又，这是怎么着？累着了就是。哇，这个大长腿好长啊！哎，这个漂亮，这挺活实的啊，我就喜欢活泼的。公蟹一定收下。这不对啊，这个花蛤怎么也出来呢？一个冬天估计都憋坏了。还有没有？没有了，就海瓜子了。现在这个潮水的话已经涨到我这边来了，我赶紧往里面走，再去里面找找。走吧。这小头头，小头头，小头头。小短腿，哇，这个好漂亮，把它收下。瞅瞅这个家伙，哎嘿、哎，这感觉是被晒晕了一样。哇，好凶啊你哦！这应该是公蟹吧？哇，你看这是个公蟹，这给它带上，已经算是成年的公蟹喽。Come on baby, let's go。看到这个孔没有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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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喂，这个好漂亮，这猫眼螺，还是一个小橙色的，长得跟鸡翅螺似的，洗白白，漂亮吧？哇，好漂亮，这个收下，果然春天来了，扛猫，白鸽，这个红香螺直接爬出来了，哇，漂亮，肉香香的，香香。今天又小爆筐了，这个筐又满了，好多海带啊！回家了，好饿，已经放鞭炮了，走了。老姐，哎，我好几天没来，你想不想我？想啊。真的啊？这每次来都说的呀，上头点跟你说的忘说了。你不来，没来哟。
没去过海南。好不好吃？这样包的。包给好。还行吧。哎嘿。让它吃起来也不油腻。嗯。搁油搁不少，我搁好多油，真的，一点不油。嗯。来。哎，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，很鲜。来，走一个，走一个，每天开开心心，走一个，干了。黄烧又稍微有点淡。嗯。老爹吃了12个饺子。是啊。是啊，你刚不是说加两个吗？好，这个饺子大家试一下，都特别好吃。喜欢大美的，记得给我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都吃掉，都吃掉。